大家好，我是博润。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阿妞妞和狮子合唱团联名合作的摇滚本色系列。为你每一天的惊喜在不安，为你也爱这么简单。联名款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狮子合唱团发行了第二张专辑那个时间点，和阿妞妞联名推出的。全系列四支琴有两把是平价的桃花琴系列，另外两把是高阶的红松系列。那首先我要先介绍的是桃花琴系列。桃花琴系列目前乌克丽丽的部分已经停产了，所以呢我们就只介绍它的吉他。那这支吉他呢，在阿妞妞里面是属于大鸟系列的，也就是41寸的吉他。阿妞妞的41寸吉他本身就是做一个低音增强的补正，那他们在41寸的大吉他上面有非常强烈的低频。这个联名系列吉他使用了铂筒的配置，铂筒配置和阿妞妞的大鸟吉他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点，因为它让原本声音很沉很浑厚的大鸟吉他有比较清脆和轻快的高频。除了铂筒以外，这个联名款的吉他它的另一个特色是古典琴头，不管是在阿妞妞本家或者是在各家的民谣吉他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配置。这种古典琴头它会增加旋整后的入旋角，让弦的张力变得更高，声音会变得更加的扎实。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把 LNGT 的音色。继续看这把 LOGT 属于全单的红松高阶系列，在面板使用的是红松木，漆面除了是橘色以外，它还上了一个珠光的材质，如果你细看的话，它会发出有点闪亮亮的特效。侧背板使用的是非洲桃花心木，声音会非常的清脆，而且具有就是很强壮的音色。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把 LOGT 的音色。最后这支是目前的联名款里面唯一的乌克丽丽 LOUT。这支乌克丽丽是26寸的规格，那它一样采用红松面板，侧背板的部分配置的是夏威夷相思木扣啊。那红松和相思木的结合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度，它同时具有相思木清脆的声响，那再借由红松的音量去把它放大。在面板的部分一样也使用了珠光的橘色上漆，和 LOGT 一样有闪闪发光的特效。全系列在纸板的部分都有做一个狮子 logo 的镶嵌，那在吉他的部分的话，狮子的眼睛是吉他的第12格。在乌克丽丽的部分呢，整个镶嵌是横跨了10到12格。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把 LOGT 的声音。全系列的狮子联名款，他们每一把琴都有自己专属的配件，从琴带，然后到它的背带，到它的插琴部，一些小配件都是跟狮子合唱团联名特制设计的款式。桃花心系列是配置了黑色的阿妞妞高阶琴带，非常厚、非常有保护力的版本。红松全单的系列，不管是乌克丽丽或是吉他，都有它专属的橘色硬壳。吉他的部分配有它原厂的狮子合唱团专属的橘色背带，以及插琴部明信片等等的狮子合唱团相关的周边。狮子合唱团联名款的琴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特色，不管您看上的是铂筒的琴款，
或者是少见的古典头，还是说你就是狮子合唱团的粉丝，想要游泳他们相关的联名合作乐器，都可以来无刻时代试试看他们的琴。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大家拜拜。